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我们今天继续玩火影忍者手游了。今天由这个死神姜维先邀请了，我们跟他对打一把，看一下能不能虐得过他。他有一个那个鼬，我有迪达拉，是吧？有一个钉刺，这个疾风传的钉刺非常猛啊，开了个霸体，简直是相当暴力啊！战斗开始。霸体起，走你！拉不到我。哎呦，吓死宝宝了！来一个蛤蟆，戳戳，再弹起，压别碾压啊！快跑！哎呦，吓死了！哎呦，来过来炸，没爆到啊！你也没喷到，卷啊卷啊卷啊！哎呀，居然能卷到他！哎，小样，别过来！开霸级，不怕你，我又来了，怎么地鬼火我还怕啊？啥都不怕啊！哎呦，没抱到我，我也没抱到他，两情相悦，不，看来没有缘分啊，缘分还不到，打又，开霸体，黑烟我也不怕你。有分身怎么地？抱起来，大招开启，戳戳戳戳戳，压死。好，蹭了个点，哎呀，头晕啊，撞到鬼火了啊！大家跟死神交易吗？哎，你又。暗部右打他的右，先走吧。这家伙一开始就开分身，我也来。我的分身可是智能型的啊！哎呦，哎呦呦，开！哎呦呦呦，哎呦呦呦呦！哎呦，还来，还来，还来！哎呦，很痛！好，哎，好机会啊！看他，走人走人走人，不要离他太近。哎呀，我的天哪啊！怎么会这样子啊？哎呀呀呀！搞什么飞机啊？你！哎，这都砍不到他，他也放弃了，还是什么地？卡住了，放弃了，我还希望你是放弃啊！我卡住了，卡住了，关键时刻卡了，没办法，我还以为要挂了啊！既然这样，我们直接打节奏场了啊！那我们就邀请你，等一下，我们今天刚刚领完奖励啊！看来去找几个好友切磋一下啊，六大威。傲天不在啊，青丝也不在，无聊也不在，木鱼也不在。哎呀，现在被我的霸气吓到了是吧？都不接受啊！勿忘初衷也不在，无可奈何在不在？不在，杨哥在不在？杨哥批改成了杨哥西瓜汁啊！哎呦，李洛克阵容。我可是蛮强的一个阵容，现在啊，有迪达拉就是很爽。抽了这么久，总算可以拿个迪达拉来要我炫耀一下，不容易啊，是吧？玩忍者的都知道，要个迪达拉。哎呀呀呀！哎呀呀呀！快跑！喷死你！哎哎，你跑那么快干嘛？戳，再起！哎呀，快跑！来个肉弹吃了！哎，居然给他电了啊！我没有霸体，就不能像开局那样子，毫无忌惮的滚来滚去啊！你有种去再开电！哎去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老子有霸体啊！抱起来！抱起来！卷起来，压死你！
碾压一切啊！碾压我自己都晕了啊！Oh no， 没报到啊！不过这把怎么会打得这么惨啊？血量去这么多！战斗开始，开启霸体无敌模式！小样你去哪里？跳起来！糟糕啊！等待一下！别过来！好了，还不踢我啊？你还不死？戳，再戳！完了！就知道了啊！他也看我血无多，连个大招都不舍得放，还专门留个大招对付我的暗部右，喷死你！来，开分身走！该给你变回来，开霸体！崩坏了啊！别打！等一下，好话。哎呀，真讨厌啊！我的老舌头不打他，我去啊！坑了！No！ 完了！我操，这么倒霉啊！他又在挂了。来，小样，你躲哪里？刚才是他卡了还是怎么地啊？故意让我打两下。战斗开始！喷死你！开霸体就这么霸气，起！哎呦！我去！好家伙啊！那你见识我的击打啦！蛇蜘蛛！先开个只能给他电了啊！人呢？你电不到我！戳不到我！我擦！就这么扔！我飞过来了！就这么扔！哎呦！糟糕！怎么在这里飞啊？我去！要死啊！等一下！来一个大，解决战斗！艺术就是爆炸，终于可以安心了啊！我已经被他打得这么惨，也算不错了啊！还是硬的好忍者，如果一般的忍者，可能就没这么舒坦了呀。再找一个，六到二天不在，青丝在不在？不在。或许青丝什么时候一下160万的战斗力啊？我的一半还多啊！完全跟不上他的节奏啊！以前好像他才100多万，啊，现在就160几万，真的太快了啊！他好像100多万的时候，我才30-40万嘛，是这个样子吧？战斗开始！等一下哈，要放炮了！大敌！哎呦，好痛哦！小心给他电啊！就知道，让他先换电。来，亲爱的，哎呀，糟糕，不能跟他玩暧昧。哎呦 ，no， 你不能玩这个，不能这样。啊，我的第一次呀，糟糕了啊！压不死你！我去，这把糟糕了，这把要被他虐了。怪，刚才不应该那么客气哈。战斗开始。
哎，你跑，你跑，你往哪里跑？呀，我怎么是真身过来？我要分身了。我看了半天，我还以为是分身。我操，这么狠！要不要这样子？还能连？我操，这么猛啊！怎么一下子变这么猛的？坑住！炸不死你！小李洛克都用的这么猛，这后面还怎么打？后面还有两个！哎呦，我这里怎么地？我要再给他垫一下就死了。没好玩，哎呀呀呀呀！怎么说也要碰你两下啊！哎哎哎哎！糟糕了，就一个迪达拉怎么办？刚才迪达拉都给他打一半血了，何况现在？先头开始。行吧，死吧，走你！你真衰的，直接开死你！好快跑！啊，死翘翘了，被夹在角落打了。我去，我飞了，这个不是我要的飞法。停停停，让我一下，让我一下。哎，我操！我去，一点客气都不给啊！哎，这么霸气啊！哈，这么猛。这么溜，不怪他，不怪我这边的忍者，怪我太弱。鸭蛋啊，这么弱，这么强的阵容居然被他打败了啊！不服气，再找他单挑啊！哎呀，他不挑了啊！哎，这个阵容啊，无可奈何。要让他无可奈何，看一下能不能直接用一个大钉子斩压他。他也是大钉子，他应该也是大体吧？经典压！哦！我操！我操！哎哎，停下！停下！停下！暂停下！没话说，没话说。压的半疼！哎呀，我拍错别了。他什么时候用的分身？动作那么齐全啊！这下我是被他打得无可奈何，不是他被我打得无可奈何啊！还有这么多，快拍大体！小呀，别追我，别追我！咱们有话好说。我操！我直接顺过去给他拍呀、啊！别开，别开，别开！哎呦呦呦呦，追到我了！我扎！你要一串二，我还是给我一串三。还好赶紧开了个分身，要不然直接给他拍死。还来，还来，怎么这么快转身？还来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我去，这家伙用的比我还溜啊！无可奈何呀，无可奈何！战斗开始！迪达拉不会给他一串伤吧？哎哎哎哎，给你开个大招，省得给他虐了啊！我操，吓死人了！吓死宝宝，那么快捏飞过来！战斗开始，扔过去。我说，打不到我，打不到我，你打不到我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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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鬼？什么情况？
哎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啊？我不服，刚才是谁把我打败了？那个给我站出来，是吧？站出来，就是你，无可奈何，我不相信，我虐不了你。娃娃不服，不服气啊！战斗开始。喷死你先！没打到！哎呀，我去！哎呀，又是他打到我，不公平啊！为什么我打不到他？你一分身！好！哎呀！哦，我操！搞不死你！撵不死你！去开打！哇！虽然说他用了分身，但还是赢了啊！你不用分身就好了，最后再给我挣，就我下一把还能挣个分身点呀、啊！就现在搞得两大家都没分身点，何必呢？对吧？有，yes， 就喜欢滚他吧啊！哎呦，来吧！就是 ，Oh no， 完了！这把把他打得惨了一点哈，最起码去了挺多血，这样心态就好一点。我、哦啊，要不要这样子对我？喷死你都 ！Yes， 一把喷死。哎，接下来这把应该可以让他无可奈何了吧？喷他！哎呦，这么暴气啊！呦呼，砰！来了，这家伙要过来了。快跑！哎，没打到，来！刷！走 ！Yes，OK。真実はまだ闇の中に。搞定，报仇了哈。OK， 这下也让他无可奈何一下啊！只要丁次把他丁次搞掉就好了，要打他丁次太废了。我们去打这个万花筒佐助，在不在？呀，有蝎哈，用蝎对吧？我看我用这个丁次碾压一切了，把他碾压了啊！碾压到万花筒里面去。丁次这么霸气，也算是不错，1680的金币啊，感觉你那些1680都猛啊！你开那个有什么用？哎呦哦，快跑！跑得倒挺快哈，没打到。哎呀，他这是这啊，我没霸体啊！哎呀！哎，这时候你该死了吧？没扎到啊！那他血量比我还多，搞什么飞机？
你不死你！哎，滚他妈啊，对吧？滚他妈！这个女人虐掉他的蝎，真是太霸气了啊！连蝎都打得过，霸体走你！霸体走起，霸体走起！哎呀，来来，我擦！哎，糟糕！哎呀，我去！没想到他会开老蛇啊！赶紧挣个点吧，挣个点吧！哎呀，我去！没挣到点就麻烦了啊！哎呀呀呀呀！哎，动！你在动！你在动！你在动！起！起！起！再来一个分身，再来一个火盾。哎，没喷了！哎呀呀呀！哦哟哟！哎，我隐身了！哎呀呀呀呀！哎呀，他要开大了啊！啊哎哎哎！哎，一点不留情面，就差一点把他解决掉啊！差那么一点点啊！是要翻盘了啊！以前天天被他欺负是吧？现在有希望了啊！飞起来，打不打？好吧，这么远都能打到我啊！这样子就行。什么叫六啊？抵达了！这可是神级啊，神一样的存，这是神一样的人啊，飞天！有本事来天上打对吧？有本事来，哎呀！我擦！有本事你来，有本事你来天上啊！有本事你来天上啊！有复活，打不到我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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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不到我，哎。哎呀哎呀，太高兴太早了啊！哎哎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！哎呀，还是被欺负了，太激动，早知道我不飞过来了，就在那边放普攻也可以。我飞过来干嘛？想不开。这个六道在不在？还不在。永恒。我们再打他，大家。只要先把他，他有没有换霸体？没换霸体的话，因为这个丁次配合霸体还是非常非常霸气的。然后迪达拉也是配合霸体，也是蛮不错的。戦闘開始！不顾一切的碾压！滚他吧，太保！哎呦，滚他吧！来吧，你还跑？哈哈哈！滚他吧，这次血剩的多吧？一点也不留情面，直接大招碾压你啊！闪电有个球用是吧？还不如我的霸体霸气。战斗开始！霸气，我直接就冲着你的火盾过来了。哎，人呢？有危险，有危险啊！哦，糟糕了啊！没有霸体的时候就成了一个……我操！竟然瞬间移动！哎。哎，这分身很讨厌，这一把打得不行啊，打他又没打多少血啊。戦闘開始！バトン降格の術。哎呀，我勒个去！バトン降格の術。
啊，打打打打！我操！我操！搞什么飞机？搞什么飞机？我操！我操！亏大发了啊！变来变去的，我自己都被给他搞迷糊了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我的状况啊！这一把不能下那么烂蛋。呀，我只能这么瞎扔他啊！哎，他掉线了还是怎么地啊？居然就这样任我蹂躏啊！信号不好啊！我不管你信号好不好啊，我只要能蹂躏你，就 OK 了啊！叶赫又来，糟糕了啊！你还不死，你还不死，先跑。我操，怎么个鬼啊，为什么老是虐不过他？哎呀，那个迪达拉还虐不过他啊。哎，再打一把，六刀掉不掉？金石掉不掉？就不相信了啊！没有一次虐成功他。战斗开始。霸体周期。哎呀，错边了，错边了！我操！小心为妙啊！哇！哎，中毒了，这把打得更菜了，这一下怎么办？没机会了啊！不把他的钉刺解决掉，我好危险啊！来不及变分身了，哎，霸体我也给他搞掉。哎，不容易，一半血就没了。啊！靠，这么快变分啊！哎，怎么搞的？这么远都给人喷死了，还是开霸体走起。打不到我，你打不到我。要我开大啊！我操！我操！蜘蛛也不给我挣个点，完了！真実はまだ闇の中にある。怪怪啦！怪怪啦！一把比一把打的菜啊！最后打一把，最后打吧，打完睡觉吧。
不服啊，坑我，这样虐我，我就不相信啊，我就不相信啊，打打打赢我，他居然带闪电也能赢，我带的闪电我感觉都用不溜啊，我还是带个霸体。戦闘开始，走起。滚他吧！滚他吧！快跑快跑！又放错边了啊！一激动一下，啊，这招给破了！小样，哎！你还不死？你还不死？我操！我就差那么点血啊！滚他吧！你还想用大招把我秒掉啊？这一把有一点点希望啊！戦闘开始，开霸体！哎呦，滚他吧！不给你机会，来吧！啊，死了！哎呀，没打到我！来吧！哦，最后给他拍死了，就差那么一点点，找到开个鬼出来，啊，召唤啊，召唤个金刚出来啊！戦闘开始。哎，一下喷死了，爽！现在他就剩一个啊，就剩一个右，我就哇，就剩一个兜。戦闘开始！啊，就不相信两个人还灭不死你一个，两个还灭不死你一个，我还有两个召唤，我跟你说啊。走起！哎，我不是喷到他了吗？哎，停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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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我操，我操，我操！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！我飞过来干嘛？我飞过来干嘛？我飞过来送死啊！哎呀，最后他就一半血哈，我就不相信他一半血能把我再把我再把我迪达拉给灭了。你还能把我迪达拉怎么地？来了，大招！总算报仇了啊！啊，这一把就这样了啊！今天就玩到这里了，要以胜利的姿态结束这场结局啊！哎，谢谢大家欣赏，欢迎大家关注伟哥视频点订阅点啊！